有句话我曾经问过你，你没有回答。我本来也不想这么咄咄逼人，但现在不得不问。顾伟，我能放心的把林之霄交给你吗？ 自从我跟林之霄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我就已经把她当作是我的妻子。就算人生无常，世事变故，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我顾伟一定会用余生来守护她。 放心了。